走走走。加劲儿，来来来来，来来来吧！我再看一下这个是不是，如果不是就是嗝儿的，这个是白嗝儿，拿着，看一下这个。哎呦喂，哎呦喂，不行了。凶猛啊！哎，来来来，慢慢的，慢慢的出，出出出！哎呀，这个个头可以，继续找。抽抽，好像是两个，是两个。一点都现在没瞅出来，这样出来，看一下这个，这个情况有点小了，咱也不浪费，不浪费时间挖它，先把大的揪出来，哼，可能也不灵了，我找眼去，这个这个。哎，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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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出来了，给力！来，又得找，这是个啥？蛇的黄皮儿。这样，这样就很不明显了，隐藏的比较好。来吧，颤抖吧，小铲子。哎呦，别别别别！Come on！哇哦，最大的一个，赶紧找找这个这个，找眼是关键啊！哎，想要货挖的多，眼儿你得先找见。对对对，哎。哎，最近这两个都给力呀！哎呀，啊，好累呀！这是小心今天挖的。哎呀妈呀，看那个白鸽儿！好了，咱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。喜欢小妮视频的话，请点击关注。找了半天，就找这一个。来吧。应该个头不小，看你这个大眼儿。哎哎哎哎，来，慢慢的出来，慢慢的出来，千万别着急。这是两个，这个比较小，这个看一下哈，甭着急，看一下，这应该是个小不点儿。小不点在这儿，这下可以。小不点儿，从放过来，来，看嘛，看嘛，呀，啥情况？在掐板油啊？啊？来吧，别住了，别住你就给我出来！不出意外啊，这是一个，这还是一个，这个应该大。先看这个哈，如果太小了，咱们就直接放弃。哎，看起来还可以。就，哎，来来来，来来来来，
了，你还有边上那个，来，你先进桶，把这个先收拾了。哎呦，失手了！妈呀，失手了！哎，打点打点，可不会再失手了吧？这失手，这点打的是啪啪啪的。我想静静的挖个坑，挖个坑，来吧来吧，来，太阳出来了，好帅呀！哎呀，这个眼儿呢？眼儿在哪儿？眼儿在这儿。来吧，严先生。哎哎，哈，擒住你了。哎哎哎哎哎哎，可以哈，这个走，来，先挖一个大白鸽，然后再撑这个眼儿，来，边儿边儿去，眼儿在这儿，嘿嘿，来来，先上眼。好成功。小情况，小眼溜了，不会吧？不会吧？眼在这儿，人呢？眼在这儿，人呢？给你一次机会，我要憋出来了，那你就是我的。完了，丢了这个，出去了。去洗一下，这洗一下，洗一下，不洗是不行的，全是沙，电就能看见，杆比秤多，哎呀，还有我的眼，也是没谁的。